中意咗一段嘅時間，都相當之好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健。啊，咁啊，李健同學咧就有啲問題想玩嘅，所以個要求點解咧就太勁，其實都係師兄。咁今日咧係啊，阿輝同師傅咧，阿板上同阿師傅一齊參加嘅啦。啊，繼續啦，太勁。咁啊，阿師傅咧，咁啊，80年代咧就進香港大學。咁啊，係一個退休嘅生物科老師。咁啊，佢學咗太極三年。咁咧，俾彭老師第一本嘅著作咧，太極咧，叫做《太極外經天秘》咧。佢同埋前美聯主席黃錦漢先生因為應武精卑而聞名，都破解咗應對當前嘅物理過程。全面破解太極拳入面動力轉移嘅力學，以物理學嘅原理解釋太極外功嘅勁化。你冇冇教書，冇書唔到。今日咧，聯同埋我哋勁太極研究中心嘅成員咧，一齊嚟到。咁你都想講講啦。其實今年12月咧，有本書喺天地圖書會發行嘅，就叫做《太極拳勁之否則》啊，呢個咧好犀利嘅，重演咗10位世界級大師巔峯造詣嘅著作，咁咧就開創咗近代太極拳咧喺歷史上嘅創新圖像，以科學化形式，以現代嘅機石嚟演繹呢個太極。咁啊，我師兄啊，阿高老師啊，咁學咗太極多年幾啦？聽阿高老師講咧。學咗年紀之後咧，乜都冇咗，係咪？跟住會有打球你去咗，係咪？冇咗高強係，拎你講聲係，啊幾好嘅。咁其實咧，李元國先生今日想大家講一句説話嘅，都同佢講啦，好嘛？咁佢講曬嘢之外咧，佢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下，佢就話：不求獨步天下，唯求與眾同樂。咁啊，咁就首先介紹下，簡單介紹下勁太極啦。咩叫勁太極咧？咁啊，其實勁嘅意思咧，一下嘅力量嚟嘅。啊，咁其實一下嘅勁咧，冇人單出曬嚟㗎啦。練習武術同埋練習呢個運動嘅單元嘅一次嘅力量。咁一次嘅力量裏面咧，要分啲兩明白佢咧。首先，咩叫單元咧？就譬如好似我以前教生物學嘅時候一樣。你要明白什麼叫生物學，你其實要明白一個細胞它是怎樣生活的。那你明白這個一下的勁力，一次的力量，你就明白怎樣為之武術，怎樣為之運動的力學。那在這個，所以這個勁字呢，其實呢，就是解一下的勁力，一下的勁力。那你如果了解這個之後呢，你很快就可能會達到自己嘅能力範圍咧，要挑戰自己啦，挑戰自己嘅極限啊，到自己極限。咁啊，我有啲徒弟咧，佢咧除咗阿李元國先生啦，咁啊都有好幾位徒弟啦，嚇。咁佢哋咧，享受咗勁太極個好處啊，其實新人哥冇咗嘅，就單止係李生，仲有好幾位徒弟都係嘅。佢喺畫圖嘅時候咧，認親嘅新人哥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啲人咧，行路精神咗，有力咗，有啲咧甚至係喺個壓力病裏面咧恢復咗過嚟，因為咧我哋了解咗係一個物理嘅方法去發嗰個病嘅，咁所以咧能夠咧令到個人咧個精神嘅思考非常之集中，能夠因為你明咗之後咧，你係想做出嚟啊，點樣能夠達到自己應該有嘅能力水平咧？啊！咁嗰啲同學咧，佢享受到勁太極嘅好處，就好可能咧，就以為呢個勁字咧，理解係好勁、好犀利咁解。咁但係佢係美麗嘅，唔會。呢個勁太極嘅意思咧，其實係解一下嘅力量咁解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以後嚟咧就會邀請我哋一隻勁太極嘅成員啦，就表演一啲世界級大師嘅功法。咁咧，但係咧，佢哋咧就係非常之業餘嘅人士嚟嘅，咁佢哋都工作非常之繁忙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喺拳藝方面咧，就一路都喺佢哋嘅
迪士尼時代咧，到到而家咧都非常之落力去追求。但係咧，咁大家諗下，其實佢哋電腦能夠睇得到係一個世界級大師嘅功法同埋表演，咁其實咧，最緊要就係佢哋用咁短嘅時間啊，太極大師練咗幾廿年，就練到嗰個功法啊，咁佢哋練咗其實幾個禮拜啦啊，咁就練咗功法，其實佢內心咧覺得自己好勁嘅，因為你邊一定有啲大師百分之一百嘅功力，不過人哋練咗五十年，啊你等人哋三四十年嘅功力，都自己覺得自己好舒服啊嘛。咁呢個世界係唔知我哋好多人好勁噶啦，係嘛？咁我哋唔使同你比較，我哋練太極覺得自己有興趣，覺得自己舒服，係覺得練到自己好勁啊嘛。咁你根據勁太極嘅原理，一啲物理學嘅原理，你能夠做到個功法，咁你咪覺得自己好勁舒服咯。咁啊練功夫練太極，最緊要係覺得自己舒服，咁自然就會有興趣啦。啊，好，我哋俾啲獎金佢哋練太極嘅同仁啊！啊！請佢哋攞獎上嚟啊！嗱，咁啊，首先咧，第一個表演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叫做長壽經太極十二式。啊，長壽嘅意思咧，就係話。我哋運轉丹田，好似將個丹田好似鐵頭咁一路喺裏面轉來轉去，連綿不斷，完全唔斷嘅。啊，咁我哋請咗表姐咧嚟臨拍十次生，咁咧啊林先生嚇，咁咧就係佢咧其實我哋喺香港金融界咧亦都有位黃志康先生，咁佢練太極一年多之後咧，佢嘅壓力病咧、驚恐症咧就完全康復過嚟，咁啊佢就亦都以前咧胡亂運動，少失勞方痛咧，亦都消失咗，亦都有功能嘅內功，不過今日佢有佢有加過嚟，嚇、啊，咁大家咧可以睇下佢上面咧，我哋其實見到佢有一個自學嘅知識嘅，咁佢同我哋張建春版嘅書《太極拳定之否式照寶格》其實係一樣名嘅。咁我哋都網上嘅視頻咧，我哋都超過200個啦，我哋放到500個多。不過我自己就算係接，咁啊，你可以上去太極方、太極方 .org 或者多數太極 .org 上邊去自己嚟到參觀，啊，亦都可以免費嚟到學習嘅，啊。好，咁我哋俾啲掌聲俾林達純先生表演勁太極內功十二式。點解嘅咧？個特色咧就係比較嗰個方個架式比較高，刀角比較細小，咁咧，但係咧係快同埋。